新一期居屋九珠号码出炉前，部分买家抢先入市。钻石山居屋凤梨苑一个三房单位，以未保地价520万元易手，低市价约5%。富城地产助理分行经理谢婉玲表示，钻石山凤梨苑 A 座凤禧阁高层两室，实用面积559方尺，原则属三房间隔。业主因计划移民，去年12月在未保价市场开价640万元，放盘约半年七度降价，最终累减120万元或18.8%，以520万元易手，低市价约5%，尺价9302元。代理称，原业主于1997年12月以未保地价136.5万元购入上述单位，现转售账面赚383.5万元，升值约2.8倍。屯门公屋田景村有外区上车客高价入市，长益地产高级分行经理黄文乐指出，田景村11座田翠楼高层15室，原则开放式设计，实用面积566方尺，近日以未保地价350万元转手，成交价创该屋村录表价新高，尺价6184元。原业主2010年以26.83万元购入物业，约12年间账面升值323.17万元或12倍。市场消息透露，大坑上林一座高层 A 室复式户，三房间隔，实用面积1990方尺，为银主盘，以6500万元连两个车位售出，较开价8600万元竞劈2100万元或24.4%。据悉，原业主2014年以约6781.2万元购入该单位，同年再以每个60万元买入上述两个车位，即该批物业总购入价约6901.2万元。以最新成交价计算，约8年时间贬值401.2万元或5.8%。